中国股市昨天暴跌 8%， 今天开盘又下跌 4%。 分析师表示，投资者信心受挫，随时会出现恐慌性抛售。外资已在陆续撤离中国市场，请看我们来自香港的报道。受 A 股大跌拖累，恒生指数星期一大跌776点，收报24351点，超过1600只股份下跌。经历上周五的上攻乏力后，沪指开市接连失守4000点、3900点、3800点三大整数关口，跌超过8%，创8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。数据显示，沪深两市单日蒸发了超过4.5万亿元人民币。港股也受拖累，最多急跌846点。消息指，中共证监会调查多家上市公司涉沽空，打击市场信心。另外，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，加上内地经济数据差，有分析认为后市仍波动。其实在国内的资金来讲，现在我想借贷上面或者孖展的幅度其实都是会比较难和比较小。其实自从上次股灾之后，投资者根本的信心到现在都未恢复。所以只要稍微有少少风吹草动的话，其实个股市随时就会有一些恐慌性的抛售出来。虽然就上次他国务院公布了说是保得住七，但来讲就下一季又不知道即保不保得住，所以人家有个忧心，就譬如有获利货蚀先行获了利先。中共就是吓怕外资，资金陆续撤离中国市场。有分析师认为，难以估计何时退市。对于它真正的这个退出的时间，我觉得也不是很好判断。但是我相信政府应该至少给自己大概有3到6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来计划这件事情。今次是 A 股历史上单日的第二大跌幅，历史上最大跌幅是2007年2月27日，沪指收跌8.84%。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。